1.7亿建成， 1.55亿搬走。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近日再次引发热议。图片来源：焦点访谈。吴锦说，项目建设过程中，相关单位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，不去争取相关政策，进行点状调整，不严格把关，听之任之，最终造成现在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最差选项。文章指出，从此前通报看，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围内建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 57.3 米，违反了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，属未经规划许可，系违法建设。此前也有人建议，认为关公像虽然违规，但既然已经建成和正常运营，不如就特事特办，追责处罚都可以，让建筑留着免得拆迁浪费。